这难道不是失传了几百年的吸星大法吗？原来诀窍就是在吸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我终于学会了绝世武功了。我是最帅的。看来做人一定要诚实啊，不能撒谎啊。原来是发了一个梦，太累了，刚才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这一颗呢是五指魔头啊，是比较大的。来了，刚才挖了一半，现在把它全部挖回去，看看能够有多大。它煲出来的汤水是有那个牛奶味，是很好喝的，也是中药来的。只要是用这些根呢、这些根已经挖出来一点点了。这些根呢，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像那个牛奶似的，椰牛，就是那个椰子和牛奶合起来的味道，很香的。只要是用这些根，一定要小心保留这些根才可以的。因为挖的时间也会比较长，所以呢，我就加快一个速度来挖了。哎呀，拔不动了，剪掉算了。哎呀，这一颗这么大，能够煲几次汤水都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也是挖到这里了。这个雾气下的太大了，如果是太大的话，那个路就很难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视频的朋友可以给我点一个关注，或者是点个赞嘛。好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了。